早安，大大，早安，先生，你好吗？我要接我姐说，我的名字阿雅迪，我今年38岁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两个小孩，我的小孩第一男生5岁，第二女生2岁，我有两个兄弟姐妹，一个姐姐，我拜堂弟两个，我姓杨回家，我的县立初中毕业。我的体重60公斤，我的身高152公分，我中英语能帮来的。我以前工作在新加坡2年，2009到2011年，我在新加坡工作，到时候放车、煮饭、煮菜、买菜，跟照顾阿公80岁，跟照顾小孩15岁。我以前工作在台湾5年，2011到2016年。我在台湾工作，打扫房子、煮饭、煮菜、买菜，跟照顾阿妈70岁。我会照顾病人、照顾老人、照顾婴儿。我不罢工，我要去香港捐赠给小孩。这我先说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先生，拜拜。